我就一直觉得我先天天生干不了这个台前的活。咋的呢？就赶上了，感觉我干编剧其实干挺好，干台前活就是我就感觉每一次在台上啊上个什么综艺啊，啊，我就是最像傻子的那个。不的呀，就你不的呀，你上的也很好啊，你这很你也很好、啊，实话实说，很自然呢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大家多喜欢呢、啊。毛老师这个就 一听就这不太对。不是你接梗什么的表现也很自然呢。我最多说能五个梗接一个对的，四个错的，就是跟我一开始录好六是一样的。嗯，就咱们对自己有包袱，对这个梗没有十足把握，你都不敢说话。后来我发现大家就是有没有的，咱也就说想一个是一个。我有点怕得罪人，说不好的。就是你说我开那个破玩笑啊，你还行啊，我觉得你挺无害的。那我下回试试，完了真的人急眼，我就说是你让我说的。行，你也不至于开太过分的玩笑吧？我看毛老师就是，他先天你，因为你最主业你是一个歌唱家，对，所以你就先天有那种比较美好的光环。我觉得是因为咱们脸苦，说特别像挖苦别人，或者太正经了，有可能跟长相也有关系。脸苦，你觉得迪哥脸喜庆吗？迪哥吧，还相对喜庆一点，相对喜庆一点。我觉得，我感觉换个人说都完了。嗯，我也不敢说他有的时候说那些，但是他就能说，我也贼羡慕。说实话，哎，我发现你现在说话看起来比以前好，是吗？那也都练出来的，学呗。算了，我也不学，血面豆沙都做不利索，整得挺好，你看。可大了，可大了，但是没有一个是人家那个型的，人家那个像个小云朵似的，圆圆的。你这像冰川。你这你看，这说话艺术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呀，真好。假不假？你这。哎哥，毛老师，你今天夸我的话里有没有哪一句是真心的？都是啊。哎呦呦呦。哎呀，哎，那你爱讲脱口秀吗？我害怕舞台，你们都会上啥感觉？我都会让腿嘚瑟。我现在有时候还嘚瑟呢。嗯，我也是。就每次，每次都嘚瑟。为啥那么吓人？他就是很吓人。所有光打在你身上，大家都看着你，他就是很吓人。哎，对，你唱歌的时候是啥感觉？那也紧张，也紧张，因为唱歌是一个，你只要张嘴，这事儿就停不下来。嗯，咱还能，他不能中间不能，咱还能大喝大混一会儿，而且唱歌是，你像咱们有时候说话吃螺丝了，你还能大家哈哈一笑再来一遍。嗯，你说他们一句唱过瘾了，你就得挺着把这歌唱完了。哇、嗯，确实哈。嗯，那这也好可怕呀。哎呀，都哎呀妈呀，都挺难。反正舞台表演确实挺锻炼人，考验人。那个。做过那种噩梦吗？就是台上任何事。做过。说脱口秀之前，我一做梦就是梦见考试不会写。我现在没事做梦，我台上忘词儿，写了老多好，就是老长时间的稿子，到台上一句没想起来，或者是没等写稿呢，就让我上去说去、哎。我总做这个，是吧？啊，稿子没写出来，到我上场了，老做这种梦。没词儿。然后在梦里现写，对，有时候真写出来一个。哎，有的时候真能搁段子里想起来，就搁梦里想起来好段子啊，你就感觉能记住吗？很偶尔能，很偶尔能记住，但你记住就发现什么玩意儿、对，哎，对 对, 对。当时我梦里觉得这段老好了，我必须得记下来。完等一睁眼，不 行，很差。可能你有10回、20回有一个能行的。嗯，我都没梦见过行。